今天，今天，你即马跟阿安怎？大概讲无，会想要逃未？啊？嗯，会啊。你佮有甚物无爽快所在无？啊？无无代志啊。啊，你那甲爸佮王耀哲拢叫过来啊？啊，拄好我们三个做伙开会啦。 阿姨临时才有消息，阮哦都对伊赶过来啊。真诶啦，啊，敢是因为记者诶，即工课伤忝啊，啊体力无够，才会昏去啊。啊，即嘛无共安尼，伊巴肚内底有囡仔，啊，着伫多较注意，别让靠工课伤忝，最好咧过头哦。我知影啦，多谢职工。袂啦，拢家己人。 医生，阮查某囝仔伊个检查结果安怎？无问题啦吼。本来我是咧考虑要先请别人家属来讨论好，毋过我带领着朱小姐，即马有心，针对治疗的治疗啊，爱注意的所在足侪，所以也决定来遮向大家讲报告的结果。治疗的治疗，是要治疗啥？朱小姐的状况哦，毋是真乐观哦。 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状况？啊，今天才打五星疗，那有什么病啊？医生，我是得什么病啊？你直接讲话紧。胶质母细胞瘤。什么胶质？什么细胞？什么瘤啦？你讲我清楚，我听无啦，那是啥？ 我以前捌听过胶质母细胞瘤，啊，叫做是脑胶质瘤，还瘤都给挂掉就好啊，敢不是？医生啊？无遐尼简单啊，这是一种最常见、最具侵袭性的脑癌。妈，你快进走啊！ 小雨，小雨，你今天有脑癌？你讲今天有脑癌？妈是听唔到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我听唔到，两三点钟就来讲，哪有可能讲安尼？一万二我中啊，唔着中啊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我听唔到去啊！妈，你慢下，你好不好？ 医生，我捌采访过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，啊，这种病一开始都无什么症状，啊，是到患者意识不清，啊，才会发现。我到伊的时阵，他就严重啊，所以，我即马是这状况吗？是啦。 这种病哦，往往扩散了真紧，若无积极治疗啊，这生存期差不多是三个月。医生，所以你的建议是？我的建议啊，最好是手术搭配化疗，才会提高这存活率。化疗？ 我心内，那会当化疗？化疗不是伤害到宝宝？一定有影响，但是啊，你若无接受治疗啊，对你的性命有危险，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做出选择。我知影我有心内，我袂当让宝宝有代志，你莫想要伤害我甲宝宝。今天，今天，今天，今天。 叫恁几个，叫恁几个，我不是为宝宝。恁讨论者，因为即马病人体内白血球数量都无够，所以啊，不管是手术还是化疗，即马拢袂当做。爱先等白血球的数量恢复，啊，即段时间你可以当讨论者。
啊，看我要安怎配合治疗，啊，我要安怎才请护理师来甲我讲。代志不代志，我伫，我伫。